空运风采比发电带着个台风太急，用地镇的太义里现在有土石流，天桥土路风都淤水个，还有民众上个政府卡山区提查去风，采外台球线三米铁桥尾陷空，河坝水太茫茫个，通报大堤的，七只影响到双北府居民的安全。下组风采上流过后，风同意限卡地人行，甚至到发电又当到个人家体贴的，利用历史期系因那个农历农来，用地太桥每现在河坝水太茫茫个，渐渐封起来。 内观灌溉水，通用地太极浮桥条件的起落，综合形态，走近看不清，走偏太铁桥，真偏太态度。本来去沿七里平南的民众，脚脚撞不卡，看见水的清气，三观头潜水器，本前进很离开。不行，他这直接要回去。没有，他那个水已经淹很高了，那个车子到了飘下，那个更危险啊，淹到了之后，他车子是不能进去了。 以前前桥风太急，带到上百台桥线三面路段，也不见面部，门内弄搞搞，甚至对面三间内下流，这样打落来。有水出来看就没有，一下我进去就知道几分钟，就流下来了呢。那边就是三里溪，因为水位很高了，所以说我们也是从去年已经跟相关单位要求清淤两次。 用地三面铁桥含空间河坝水喷起来，不止通报搭配，含有大量的太水桥，这只影响福群差不多百分之几面的安全。现在疏浚都没有疏浚了，前面前半段。那这附近住有多少的住户啊？这边呢、啊，大概有100多户哦，对。那就按从那修吧，隆重从好的，这种这些奶茶，那拜很多人，我请一百。 还没就搬出老店，这问题都解决。所长这边是不是封锁就禁止人车进入了？对了，也是警示的。下住差不多几点40分，风采控制真是电流，兼推动电流点解用地风桥之态，不止造成台面子团水团天，是其态度没弄好放屁的台数，同客应该扛棒，讲唔得。当地居民讲，这系在安东年来看过风景清桥的风采。 半路就淹水了，淹大水，车子也掉在那里，没有办法回来了。现在都没有电啊，没有电啊，没有电，自来水也没有水了。用地除了东都蔬菜，有内下掉同路共地个灾情之外，国军没出通便地，强制彻底高风险天气个居民，都紧急避难所避苦，都点暗位置，已经彻底保障百家人。 卡卡新闻，孟小琪，发电报道。